各种不同，台湾的茶的种类非常多，像东方美人茶、三丁立体影像的这个电视，你可以看到它的煮出效果可以高达1公尺，而且呢，可视角度100度，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在那边都可以多人同时观赏。一般三 D 电视很容易产生这个，只要在侧边就会有视觉。下了吗？